而家废水周街都系，每一间都有佢自己嘅特色。喺筷子机嘅呢间 Canty 蛋油门口呢个喵喵嘅 logo， 我相信已经可以迷到不少嘅猫奴。第二间有嗰啲我又唔多讲啦，我介绍得梗系有佢嘅特色啦。呢间佢唔系一般嘅手摇，佢系鸡尾手摇啊！冇错，系加咗酒嘅手摇，未饮过咧，你未饮过咧。呢杯蜂蜜威士忌奶盖，佢系以红茶作为茶底之后，再喺奶盖入边加呢个威士忌同埋蜂蜜。入口嘅奶盖有住醇香嘅威士忌味同埋蜂蜜嘅甜，但系记得你饮嘅时候，茶同埋奶盖一定要一齐入口。如果唔系，我真系惊你第一啖你就醉咗。威士忌嘅浓香再加埋奶盖嘅醇厚，最后再搭配埋呢个红茶，可以话呢杯威士忌奶盖咧，佢系集大成于一身。喂，友情提示一下，饮咗呢杯奶盖嘅人，你就唔好揸车啦。等阵咧，俾阿警察哥哥啊揾你吹波波，等扬名立万就唔好啦。如果觉得威士忌太过浓烈，又想试下佢啲鸡尾手摇嘅话咧，可以拣呢杯有少少咁多酒嘅御苑野花野草。呢杯个名系有少少出轨啊，即系提醒你哋班人少少酒精咧，你哋啊出去拈花惹草噶啦。呢杯拎嚟打卡系一流嘅，微量嘅酒精再配埋吸收个天地日月灵气嘅新鲜薄荷，清爽到爆，绝对系呢个夏天嘅恩物。水果茶周街都有，系呢度都有。但系咁大条姐夫啊，唔系菠萝嘅，系极度之少见。不过我最中意嘅都系佢嘅甜味，唔系人造糖嘅嗰种甜啊。最后都剩翻杯奶茶啦，毕竟佢都系废水界嘅始祖。呢度叫珠宝茶咧，系有原因嘅，因为佢哋嘅理念就系将每一粒珍珠都当成珠宝咁去看待。呢杯铁娘子花瓣珠宝。你单听佢个名字就非常之霸气，佢用铁观音作为呢个茶底，再加入呢个花瓣珍珠，铁观音嘅香气，再加埋有花香嘅珍珠，可以话呢个手摇奶茶界嘅贵妇。饮入口嘅味道系几舒服噶，不过作为全澳最直男、最主观嘅美食频道，我最推荐大家嚟试嘅，都系佢哋独有嘅鸡尾手摇。工作时间又到啦，三点三食堂商城上线啦！只要在微信搜索三点三食堂或者扫描我哋嘅二维码，简单注册就可以取得独家优惠。Canty 有三点三独家八五折啊，同埋铁娘子花瓣珠宝优惠价，我哋每杯帮你悭成90元啊！我哋呢个根本就系为人民喺度谋福利。咩啊？废水唔啱你，咁你要咩啊？你爱要出声才得噶，你爱我会俾你，你唔爱我当然唔俾你啦，冇理由我。抱到我啊！